年轻的大仙。台台雪，不要爱上妾身哟。抱歉，刚见面就得说再见。丢技能啊，他跳了回来，我开了个大招直接拔刀，是不是一手二技的兄弟直接再见 A 一下，跳 A 跳 A 跳跳 A 兄弟，二技能砸到两枪再见，在这边他顶了一波，我又吃了个鸟，再两枪，二技能减甲翻滚侧边位两枪，这边再绕我翻滚，二技能再死一个，游戏结束。啊，真的是太变态了呀，老哥！先打这个鱼吧。他把我大招给打没了，我真的是又服了，哎呀真的是恶心，哎哎，没招了呀，哼哼哼哼，哎我啊，这你这个塔挺肉的话啊，肉哼，发福的大仙，四个人可以，我要四杀了，注意看朋友们，这波不就激情四杀了吗，第一个人头买了个装备 A 一下小走位，他是不是跳个翻滚再打再一个，我闪现拉一个大招吃烤鸭往那边走两个，他这边过来 A 一下 A 两下再翻滚，嗯，我要四杀了，注意看，这一手灵性小侧边走位直接过去，一手惩戒这不二三技能，这不直接上天落地这么一下，哎我怎么没事捉，哎我这啊，因为我这个大招好的特别快，我把他大招逼出来就行了啊，这边要刮个一技能，我稍微走一下一位是吧， A 往这边跳 A 跳 A 切这个武则天，切武则天一手二技能两秒一秒吃口药，我一个大招我这这看我以一敌二，跑开大二技能惩戒，跑好，二技能 A 呀呵，还到我脸上来，你怕不知道？小妖猴挺膨胀的吗你？你挺膨胀。哇！我看你也挺膨胀。交给我。二技能大招，一技能小拉走位，左啊上上。走位啊，技能我走啊，哎呦，虎牙688每晚7:30咱们不见不散。